爱定慧呢，是咱会当安住咱的心，真重要的话。不管啥，开口动舌啊，举手动步，无不多谢，爱有一个规律。讲的话，什么话才是适合咱讲的啊？什么代志是咱应该做的？方向啊，有无有偏差？心性若有改啦，自然咱的心就定咯。会当安尼，咱的心境啊，才会当清定。心境若清定啊，才会当安安稳稳、平安自在。